咱来时时谨慎啊，戒慎因果不昧啊，在举手动中，深信一念之故，助长业力生啊。大家人在日常的生活，不管是举手动足，无不多谢伫因缘果报中。你若是一个举动错误，那做着因哦；一个表情开口动舌有错误，那就结着恶缘哦。咱若是有了恶因恶缘呐，当然，那就是万般带未去，唯有业随心呐。因就是亲像一粒种子，一生无量，所以咱唔好想讲哦，这一点点啊的代志。啊，都翻掉，都翻掉啊！啊，敢无虾米要紧？有啊，一张大树呢，就是伫这个种子的内底啊。所以，咱每一粒种子，每一个因，咱拢爱尽细心，爱戒心啊，一个。因缘果报是不昧啊！日常生活就是戒心都对啦。看到什么代志要做呢？爱先想一下，对啊，唔对？唔对的代志绝对袂用得做的。那无心的犯错呢？这是因为习。气，咱平常时呀、啊，就是这个习气的嘞。啊，咱都唔是专听要去得罪人，但是讲话开口动舌中，有时阵一句无心的话，嘛会破坏了人的道心嘛。或者是一句无心的话呢，也会害人。埋怨伫心里咯，所以咱习气啦，一定爱改，改咱吼口说好话，看到人咱都爱讲好话。那有啥物代志，咱看到无顺眼，但是呢，咱也都爱先改。那有啥物代志，好咱呢？真无欢喜，还是爱包容。咱若会晓先改包容啦，那心念开大。哪怕是讲吼，有个人故意啦，要来刁难你，你若会晓先改啦，会晓包容，一分的恶言，伊就改为善言。所以啊，咱来心存宽谅，善解包容，咱来安尼啦，慢慢解过了，
咱将迄份呢骄傲的心变成了宽容善解的心，啊，迄份呢爱骂人的习气变成了呢啊好话啦、鼓励啊，安尼的习惯，那会当安尼啦，就会当转恶言呐为善言哦。所以啊，咱日常生活中啊，爱会记哩戒心哦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咱家己呢要安怎去表达？这呢，就是咱伫生活中爱注意，咱爱知影讲吼，一念之过，自障业力生，家己自己障碍家己呢。这个业力都升起来哦，这不是别人，是咱家己哦。咱家己有做到安尼的因啊，所以呢，自己都有障碍的果报。看罗修罗啊，罗修罗呢，亦为福障，家己障碍家己，也也障碍别人哦。这呢，有定定的障碍，叫做福障。佛陀啊，在经典中捌讲过去，因为罗有罗，伊的老母耶稣多罗啊，伊呢怀孕啊六年呢才生哦，等于是六年的时间在胎壳的内底啊，不见天日啊，这呢就是自障。那搁再来，就是老母，伊个老母怀孕呢，六年的时间啊，咱爱知影，查某人啊怀孕呢，就是十个月，但是呢，伊是六年的时间，这中间呢，让人怀疑啦，尤其是呢。佛陀出家，耶稣多罗呢，伊才讲伊怀孕咯。爱知影，印度呢，女人啊，的精巢啊是真重要。所以，对啊，这个中间不只是宫中的人，其实全国的人民。抱着怀疑的心，甚至呢，也是有真吼，也愤愤不平啊！一个国王的心腹太子妃啊，虽然太子离家啦，出家去啦，但是呢，太子妃呢，不应该有这个精错失节吼，所以。整个国家的人啊，对误解啊，开始的是腹肚大，大家人知影讲吼，伊有心，但是六年的时间都拢还未生啊。这六年累积了，予人人这种的怀疑啊。咱那是伫咧笑，耶稣面难啊。焰火也化红莲呐，这段赞盖定真香内底这段文，那就是伫咧描述啊，耶稣堕落迄当阵呢，真正是受尽了苦难，别人生囝是让人欢喜，伊生囝呢是全国的人呢。愤怒，甚至皇宫内底的人呢，除了怀疑，搁在人人指责啊。
所以国王呢，无法度好谅解啊。因迄个所在就是查某人呐，失掉了贞洁啊，就是爱用火烧，所以伊就用一个火盆呐、啊，起着真严的火。亚述多龙抱着伊的囝，幼细的囝，伫迄个火堆的边，伊向天祷告啊，讲啊，我这个囝真正呢是色达多太子的，我无犯错啦，我叔叔呢真正有犯错，我甘愿啊，无囝跳落火窟中。就重心伫火窟里，叔叔呢？我若无犯错啦，应该呢，天爱保佑我，以天为证啊！讲了后呢，伊就抱着伊个囝跳落去迄个火窟，忽然间呐，就是莲，迄、那个莲花呢？浮出了伫迄个火面，好亲像火面顶啊，一蕊真大诶莲花给托住啦。所以呢，无惊，还是伫迄个莲花面顶呢，安然无恙啊。所以啊，大家人看了后，感觉讲不可思议。那安尼呢，应该啦，就是。色达多太子的囝，所以开始呢，全国拢相信啊，举国欢腾啊，一直到甲十几年后啦，佛陀成佛啊，度了众生啊，僧团已成啊，登去皇宫的内底啊，亚述多罗呢？赶紧叫伊个囝，伊当阵还阁细细汉啊吼，叫伊呢，摕着供养个欢喜丸，奉上了佛陀，可爱个罗有龙，真正哩天真无邪，他嘛唔知倒一个是伊个老爸啊。反正都是拢总出家人嘛，在一处的试验，到底呢？伊的老爸是啥人？这囡仔才细汉，他捧着迄个欢喜丸伫精藏中啊，竟然呢来到佛陀的头前，他献上了这个欢喜丸，佛陀呢微笑啊。纳修啦，大家人呢，真欢喜，辅助天性啊，这是真自然的代志。不管是安怎，总是呢，罗修罗啦，而这个传说，人女怀胎才出生，这就是啊，已经呢，人人都是安尼接受啦。是安怎罗有罗会伫老母的腹肚底啊？人呢才出生呢？佛陀就讲起了罗有罗伊的因果，那就是讲伫真久真久以前啊，有一个真调皮的儿童，他看到一只鸟鼠。啊！你直直走，直直走，一只鸟鼠呢，卵入去迄个洞穴的内底，伊呢真调皮啦，就摕一粒石头，对迄个坑甲踢起来，而且呢边啊个用土啊，安尼个按起来，啊，这个囡仔呢爱耍啊。过了六天以后啦，
那才想着讲哦，啊，迄只鸟鼠伫迄个洞穴的内底，啊，唔知阁有活活无？伊呢，去解挖开了土，搬开了石头，啊，鸟鼠呢出来了，暗暗一醒啊，糊涂啊，讲。这就是罗小罗的过去行踪，虽然那是动主戏啦，就是讲囡仔爱耍啦，无心自顾。但是呢，这只鸟鼠六工啊，在洞穴的内底呢，迄种暗无天日啦，受饥饿啦，安尼呢，鸟鼠。心有分啊，但到一出来已经暗暗一醒啦。这呢，就是伊所做的因，所以呢，伊过了几世人呢，都是受安尼的报。所以，阁有另外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修行者，伊呢。在咧兴起的时啦，忽然感觉到真脆大，所以看到一口莲花池啊，伊呢，安尼压落去迄个莲花池啊的水呢，去甲伊捧起来啉，啉了后的时，就感觉到讲，这个池啊，应该呢有主人，我无经过主人。哎，因此，安尼，我就伫迄个所在，甲伊捧水来啉。啊，我应该呢，爱赶紧去忏悔。但是呢，主人伫倒位啊，唔知呀。所以之后呢，就向国王啊，甲伊讲，我有罪，我拄只真嘴大，伫一口池一边啊。我捧着水来啉啦，这口池的主人是虾米人？唔知呀。但是呢，你是一城之主啊，所以呢，这应该我爱向你呢来忏悔。那迄个时阵啊，伊感觉讲啊，这哪有虾米？这路人安尼伫咧行水呢，人人会当啉吗？你哪有罪啦？伊就讲，无经过主人允许，我就大声啉，安尼我就是有罪。国王，你都爱甲我处罚，哈、啊，我就足无用。拄好太子家对迄个所在鬼讲吼，来，你是不是甲这个带去后花园去行行咧？等下我有用，我再来甲伊讲话。那这位太子，年轻的太子啦，他呢，就该带去迄个所在呢。伊讲啊，无你先伫遮徛，但是呢，囡仔人嘛是感觉到讲哦，咦，还佫有其他的代志啊，真爱耍就走去啊。这个修行者呢，徛伫迄个所在，感觉六天啊，唔敢坐，唔敢叮当啊，安尼呢。阁无食，阁无啉嘛。到甲六天后呢，国王啊，想着讲，迄个修行人何来呢？问伊个太子，伊讲啊，你都叫我甲带去花园，我甲带去啦。结果赶紧去看卖呢，还是徛伫迄个所在。就安尼呢，国王赶紧去甲请来哦，甲回唔到啦，都甲讲。这就是给你处罚啦，六天的处罚。这个故事呢，佛陀都佫讲，迄个太子无心之过啦，和一个修行者呢，六天受寂寞啊，所以呢，安尼伊也是搁在做的这个因啊，这呢就是过去的罗修罗，看。罗修罗啊，捌踏过一个鸟鼠坑啊，也捌经过了呢，和修行者呢，啊，六天的时间
亲像安尼，所以一丁一丁啊，无心之过，会惹来了一世人呢，除了自己啦，伫胎教六年啊，搁再呢，障碍了伊个老母，这就是叫做福障，这丁福丁。啊，障碍，所以呢，佛陀感觉到讲，这个囡仔已经呢，在红宫出生啊，应该爱赶紧啊，度伊出家，好好来修行。但是呢，伊的父王哪愿意呢？伊的老母呢？哪肯呢？耶稣多罗啊，听到的是呢？真着惊，赶紧把伊个囝呢，紧牵嘞，直直走啊，走去哩楼顶去哩。但是呢，目犍连尊者，他呢腾空啊，去把囡仔阁带出来。所以啊，罗耶罗也是佛陀啊，用心呐、啊，要把伊度伊出家啦。这细汉的囡仔。也都爱有人给教导啊，所以呢，伊就选择舍利弗，就是做罗耶罗的师父。所以呢，罗耶罗是舍利弗的弟子哈。但是罗耶罗呢，细汉啊，伫僧团里啦，嘛是真正的调皮呀。唔过呢，伫佛法中啊，就是啊。密行第一，虽然外形看起来真调皮啦，但是呢，伊的内心嘛，也嘛是默默的，也是有伫咧修行哦。总共一句呢，这就是在佛陀的弟子中啦。现在咱举出了21位，各有过去，各有优点，各有因缘。咱爱相信因缘果报啊，这是因果不昧，所以咱必定呢爱戒慎吼。平常时爱真小心嘛，爱好好呢，知影咱举手动足啦，开口动舌，待人接物等等啦，咱必定呢爱真用心。唔通有啊！一念偏差，一记之错哈，那、哦、那是一念偏差，一个举动的错误啦，同款是因果不昧啊！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！